啊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这个小红色的，红色的。然后再开一下，开的话就给它保持一致。哦，是这样子的啊。嗯，这个。这个打过来，打到卸载，压力也回到0.4左右了。啊，开始了，准备停机，准备停机，停机。它按过以后，准备停机，延迟11分钟。主要是那个钻机，然后上在这个部位，四周有四个螺丝，这边是四个螺丝，这是钻机，钻杆的时候，然后上这个地方直接把它拿拧进去，然后再上钻头，这是钻头部分，有压力表，压力表在安装的时候要缠一点这个生胶带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叫油，那个叫分离器啊，油污分离器这一块。这是按在这一头的，注意这个有个箭头，箭头的这个位置是指向操作台的。气管的一个安装，首先第一个开关的一个这个安装，开关这个是一个粗管子直接连到这个钻机的这个部位。啊，这是第一个。开关气管的安装，接下来是第二个推进和提升，分别也是两个管子，两个管子主要是在这边，推进的话，是一般按在这个地方，钻机的前面下底下作为这个地方是推进的，那个退后的，那一按在这个钻机的后面这个地方。好，这是第二个控制把手，最后一个是正反的一个控制把手，正反的一个控制把手，它的两个管子是分别安装在机的右上端。好，好，不退。